哈喽，我是贾西，带来一局精彩的油桶一块地哈。我们这一局呢，涉及到的是个苏军伊拉克哈，还有一局我们这个基地呢一动不动，主要就是观察对吧？看看其他位置呢谁会先去打这个油桶啊？这个油桶一块地是带箱子的，然后呢造不了船厂的。好，这个蛋呢是捡了个 V3 火箭，直接开炮。这个炮一开，现在大家都打开基地了，总共呢是有6家哈。这个油桶一块地呢，苏军的电厂跟盟军的电厂呢，造价都是600块，时间是一样子的。然后注意看这边有个弹弹是，这个弹弹是当时是他开的炮啊，他当时呢先开炮呢，把那个油桶打炸之后，导致了他那个基地是先打开啊。对方呢想摸我的基地，但是我们呢双兵一样放了条狗对吧？基地动了一下，然后呢你看小兵捡了个身心，我们继续放地堡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停的这动员兵啊，配合这个地堡的推过去。这个家伙呢还想抢我基地啊？你看我们这工程师已经把他的电厂摸了。再来一个摸他基地，他这个基地一动呢，你看我们再来一个地堡对吧？再把他兵营一占，然后中间呢有个油井啊，这个工程师过去把他占了。好，小兵往前再来个地堡，上面有个绿色哈，我们在这里造一个兵营。从这个位置我们再来一个工程师，好，工程师我们直接刷个漆，但是这个绿色呢瞬间把基地卖了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拉动一下基地。哎呦，这里来了个红色，这个红色好像是在那个最左边啊。好，我们拿牛车过来点掉这个肉人。这里还有个紫色，这个紫色的跟蛋蛋是两个人一样是吧？拉这个基地在这里到处的跑啊，已经没什么机会了。你看我们这个阵容马上出来了，上面有个绿色已经开始造坦克了。好，这个紫色受不了自爆了，我们把这个基地拿到最里面去，这样安全一点啊。这个基地要是被整掉呢，这个红色坦克要升一星，我们赶快造一个坦克崩掉这个基地。但是这个家伙的基地又往下面跑了下，还想打开，直接哎呀被这个家伙整掉了。那么这个蛋蛋是没了之后呢，现在就剩下一个三国哈。一般呢，剩下三国呀，我们都是要1v2的。虽然说现在我们的坦克呢是最少的哈，其实现在实力最强的是那个绿色。好，打掉工程师，注意看红色，他有5个坦克，我们先站出去呢，往后一退，造个雷达。这个雷达一出呢，我们待会就可以造辐射了哈。好，用坦克过去了，捡个身心，再捡个身心，漂亮，2个3星的哈，继续捡。这回呢，我们这里刷了很多箱子，好，又捡了个火力，再上去。这个钱一多，我们肯定要对吧，把它花了。但是这个红色呢，他也捡到3星了，而且你看他在这里操作地堡来打我这个油井啊，这个油井丢了就丢了。每个人呢都有隐藏的油井，反正待会对吧，还是刷箱子和捡钱哈。我直接动员兵开过来，注意看家里面，我们是用2个辐射的在那里防绿色。这个绿色其实坦克的还是挺多的哈。好，动员兵往左边推，然后坦克在后方先点掉这2个地堡，然后再往后面捡个箱子先。上面那个绿色的一直在捡箱子哈，他看到我们2个人在这里打架了，这家伙肯定想着坐收渔翁之利哈。好，你看这个红色是不是打得挺好的呀？而且呢，这个家伙进攻的主动性还比较强。我们先不着急，把坦克拉到这里面捡个箱子。目前手上的钱不是很多了，好，捡到一个钱。我们再多攒几个坦克，待会呢一波把这个红色带走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坦克是带火力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点动员兵，主要的呢是用这个动员兵扛伤害啊。先把他这2个牛车给他点掉，点掉一个。先往后面退一下，动员兵堵在前排。好，小兵往前扛伤害，先点掉这个三星，继续拉扯，点掉这个牛车，然后继续点掉他的坦克。这个红色看到没有，还敢跟我互相点啊？我们这个坦克带火力的，数量已经占据绝对的优势了。好，直接过去呢，把这个红色带走，这个红色可能就顶不住了哈。打掉重工，残血坦克潇洒的往后一退，拉过去修一下。这回注意看哦，这个绿色想肥手套啊，他这个坦克有点多，怎么办？赶快往后一退啊！好，卖掉基地，塔前这里有个箱子，然后呢，注意看这里啊，2个辐射，我们一蹲，好，坦克全部回到地堡里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只剩下了4个坦克，这里还有个辐射，这个辐射呢相当相当关键哈。
绿色他现在呢也不敢贸然进攻啊，因为他的坦克已经是残血，除非呢捡到一个加血。我们先把坦克修一下，目前呢有六个坦克，这个红色已经不足为惧了，他现在只剩下兵营啊，只能造那个小兵对吧？你看我们有辐射，直接往前，先把绿色的小兵给他烫掉。好，这回家里面来了两个箱子，你看这个绿色有操作，拉着一个牛车想过来点掉我的辐射，我们坦克往前点掉这个牛车，这里又捡到个基地。好，这里有箱子，这个时候注意看，绿色的好像捡到一个医疗箱了，他的坦克直接冲过来干掉我的重工没有关系，我们坦克稍微的往后一退，你看我们那个辐射一直拿这个吃水枪在吃他，我们赶快往后面退，退到这个红色家里面来。面对这个大头啊，绿色他这个坦克也不敢贸然的上，我们放个地堡，你看手上现在没钱了，想造个逼营啊都没钱。好，我们辐射再往前一蹲，现在只剩下三个坦克，点掉对方一个，再点掉这个天旗。好，再往后一会辐射往前，我们继续拖护子一蹲，注意看绿色想追我呀，哎，我们就绕着这个地堡加辐射一直逛花园再逛。好，造个兵营，但是现在手上没有钱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坦克呢修一下。这个绿色呢，它是现在只剩下四个坦克想点我，注意看辐射一蹲，三星坦克往后一退，你看他的坦克再打我那个正在修的坦克，但是那个子弹呢全部打到那个维修厂，瞬间呢我们来了两个三星，这两个三星一出，这个绿色是不是就顶不住了呀？不过呢他这里有个蜘蛛啊，先不着急，我们等这个坦克呢全部回到满血状态啊。你看我们后排有个维修厂，他那个蜘蛛上来呢也没关系哈。好，上去点掉电厂，对方想点我，我们这里有地堡，先把他坦克点成残血，然后呢拐到下方点掉这个牛车，这个红色呢还在拼命的捡箱子，估计是想把这个牛车呢升成三星啊。如果这个三星牛车啊又打火力呢还是比较厉害的，我们不要给他机会对吧，一直这个你看打一下往后面退，就是这种逛花园。好，这里有个箱子啊，我们上去捡一下，正好呢打掉他的牛车。这个绿色刚刚是捡到一个基地，他也是瞬间卖了想换点钱造坦克，但是你看我们这两个坦克都是带火力的哟，就停在这里啊，点掉他的重工，他想上来追我，我们往后一退回马枪。好，点掉他一个，再往上面来一枪，他跑了，你看我们就打掉重工，这样子绿色他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建筑啊，就是这个兵营了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辐射一派过去，这个绿色是不是他就顶不住的。红色他这个小兵呢也是不敢靠近啊，主要我们这里对吧有辐射，有这个小兵的大哥，我们脱裤子一蹲。好，坦克上去点掉蜘蛛，再把绿色的三个坦克一点，这样绿色是不是就没了哈。好，打掉兵营，再往下面干掉红色最后四个建筑呢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这一局呢就到这，喜欢的朋友帮忙点个赞加关注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